我起来是有淡薄憨憨，啊，不过应该是无发烧啦。但伊真是，我爱赶紧出去找人斗相共，共伊送去病院。所做一切，拢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其实应该是我爱甲你说多谢，若毋是你替我挡迄情，我即摆可能已经无命。啊，毋过你即摆是用啥物身份对我讲这话？假罗文瑶，假陈文瑶。应该连爱本姐的身份嘛是假的，还是你是林秋水遐？你讲的迄个小雨，多一个才是真正的你。姐，假使你愿意，我当解释你听。你确定是解释，不是搁对我讲白贼？上吊还是？你是安怎知影我的小名叫做糖果妹妹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哪里叫你啊？应该听唔到啊！你卖什么好人？我听个清清楚楚。你要跋落去的时阵，你雄雄对我讲什么？糖果妹妹，我只会当保护你到家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就是我细汉时阵叫我迄个小哥哥？你到底是不是就是萤火虫哥哥？你讲你丢毒啥？你讲啊，你是不是萤火虫哥哥？你若不讲，我即马就离开，因为我袂阁插你这个骗子啊！安姐。萤火虫哥哥，你入去派出所进前，你歪头，对我一笑。你讲，我千万袂当该放袂记，我一定去找你，我无答应你。
我讲我永远袂甲你放袂记，但一定搁见面的，安姐，我真正做我够啊，我做到咱两个大哥哥的约束啊。 你家己说的。萤火虫哥哥，你别袂记你啊，咱一定搁爱见面哦。你放心，糖果妹妹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 你真正就是那个救我的小哥哥。不对，我是你，我才给你收无得。职业太高，DNA报告，嘛是我听伪造的。 你的暗中替你解围，人就是丹中是对无？你想要做咩听伊的命令做遐个歹代志？你敢知影安尼是犯法的，我老家会当告你告到死。安姐，安姐，我真正是有苦衷的。自从我知影你是唐国妹妹了后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袂做出伤害你的代志。 你可会记无？前一阵啊，我对你咒诅，我讲的拢是实话。我袂阁相信你啊！当中信是有摕刀仔，是摕枪来威胁你，你明明就有得记住嘞。敢讲是因为伊予你一大笔钱，你才会接受，还是你想受阮老家的权势甲地位？我无得拒绝。 因为迄时阵，我叫我喝下你的命，嘛是你真正二哥米姑。你讲啥？你是杀我二哥米姑？伊即摆人伫倒，伊敢讲话嘞？ 而且，你搁会记，伊阿母离家出走，无一种救你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你讲你是无人爱囡仔，大人拢想要甲你单调，因为你是假的。米姑，是讲我作为寄宿家庭大汉孤儿，迄时阵，我寄宿家庭。 想要甲我送那个鱼儿园，我无会接受，我真想去走出去。人哥煞无注意到，二哥竟然为了要救我，我车弄着。好嘞，要来安怎？你紧讲啊！ 后来，因带我去看米姑，原本是这么活泼，这么乐观的米姑，今仔，所有面部彻底都要变色。我阿哥，变成植物人了。 那我告诉你。
有可能啊？恩姐，我无愿意相信，我只有够后悔，我够自责。要不是因为我，美国今嘛一直够好好活嘞，伊的故事，伊活得比我更精彩。是我害伊的，我知影是我害伊的，是我甲美国人是不干的。无可能，你的故事有问题，你无可能会发现我阿哥的真正身份啊！这一定是你白故事骗我的，对无？安姐，我真正无骗你。后来我在大学时阵，其他时间我拢会打工。赚钱，因为我要准备民国以后的，一直到大学要毕业一年，民国向我先多种器官衰竭，伊说当大手术才能活命，啊，不过我估摸到总还在钱，就在迄时阵，陈忠信向阳出现啊。伊来找我，伊讲伊无条件，会当替我出美国的手术费，啊，不过，要我替伊做几件代志。迄时阵，我真正无其他选择，我只有接受伊的帮助。你相信我，迄时阵，美国当活落去，对我来讲才是上重要的。无可能！这一切，一定都是你设计好的。我阿哥绝对不可能是植物人，你别再骗我，我不相信。故意我，你是我想要见的人。你相信我，等我的伤势好起来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就会见美国。请你给我机会，我证明给你看好不好？安静。我都跟你讲出真正事实，因为我嘛一定要保住阮爸一条命。不过，我绝对保护你，保护罗家，我袂让阮爸伤害你呢。唐国妹妹，是的。